黄子昌。河南队确实存在一定，哎呦，这个球多拉多撞倒了马宁，马宁再叫多拉多过来要直轰，他认为多拉多直接把他撞倒了，这个球给的很坚决。多拉多这个球一会儿我们通过慢镜再看一下，你如果是故意撞的那肯定是红牌，看啊，有点这个球我觉得多拉多有可能呢还要被追罚，这个球多拉多绝对不应该啊。我觉得这张红牌 VR 介入之后给的完全没有问题，那就是有意这个球有点之前跟马宁，就是之前有一个球他觉得马宁没判，然后他们俩之前在场上已经有过一定的争执，这个球多拉多太不冷静了呀，你得考虑球队整体的利益啊。我们再看这一下，这个镜头看着就更是明显，就真的是奔着裁判去的，这个球我相信他也得被追罚。